来，两百块来，我刚刚免费，啊，凊彩啊，别玩蛇啦，变变的对啦，来，两百块来，我刚刚免费，未到几点嘛，来，两百块来，两百块，两百块，两百块，最好四个客人啊，两百块下球来，两百，最好四个客人啊，两百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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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两
试一下，球车应该蛮好吃的。来，最近这种包装的东西有在。来，最后一位了，来两百没有了。我的虾球没能打，好个没得了，快点我给我吞了，能打了又。来，大奖品。来，最后一位能打。来，大哥了。这不可以啊，这是搬桌在用的啦，今年哪比今年打不开玩呀你。来，过一会我来。半桶要去哪里？不是，前面就是。来，这只龟才一千块来着，一千块来，一千朋友来买只来龟，来要吃龟一千块，把你那一块掉下去的拿还我。谢谢。来，买只龟会较紧的啊，唔免一千啊，简单啊，紧的，来500块。500块，来，桂宇500，交起来。我们要支援一坛冰，给我支援一坛冰。好。来，500块，贵也要吃。一个。台湾你上要吃桂宇，春天拢拿我来卖啥呀？大哥要吗？卖伊钱蛮紧的啊，来500块五万。来卖了，紧了。你卖袂掉，你卖袂掉，唔通讲我无要卖你呢？好啊。你家己钱下收翻的呢，是我不爱卖你呢。来500块，贵也卖。杨哥。杨哥，好了，没关系的。来500块来，500块来，来五百。明天有科花有雨吗？你说明天这边吗？来500块来，你说明天这边吗？中华，对不对啊？我叫他领，我叫他买。没错。结束以后我会跟他讲，说明天带好不好？来过来，来500的，来再来500块来。来500块来，500块，来过来。太好笑了，这飞鱼超漂亮的。几个？两个还是两个？大米坨，出来要过来哦。了。饭桶你要过来哦。来500的，不要啊！要买鸡块。来500块来。技能三十来，你过来。派克鸡块，来500块来，桂鱼。我转来要去问了。来500块桂鱼，500块来。桂鱼给500块，最后三个人给你。来500都，500块，通通买到了没有？大家要一份吗？对，明天是。随便的话，明天是我直播。最后两个人。我手机换。来桂500来，最后两个人给。今晚你要去换，好来，去换你桂金爱给100、600。我你无贵金哦，来500来，最后一个人给桂鱼，500好我安接啊，桂鱼，对，还要徛哦，你动作真正在徛啊，有在看物件呢，还有一次对不对？来东西全分的来，来这下回这小白的，来这些没有了，桂鱼怎么？不是还有一只吗？我找不到吗？没有。哦，我想交代了。来，红瓜车站啊，多加三杯来。来，车站三杯。多加三杯来，别再拿上来了，随便放。对，来，你给点钱，你几分分的。来，红瓜车站啊，多加三杯，二十块。有一个。
这边有一个，刚才这边这边这边，刚才还要留一份，对，刚才那边。来，阿哥起来唱嘞，啊，留一个啊，再留一个。大哥，你冲我嘞。送你啊。不然给你挂海嘞，嘿，快点啊。嘿啦。我今日鱼一得死啊。宝贝。我你有咩嘿呢？这这不是三个，这人他妈咩呀？欸、你要问什么？周文松，你要问什么？接下来，鲑鱼烤来。鲑鱼，你的最爱。来，鲑鱼烤，四个客人上位来，鲑鱼烤。往往是66，没错。来，66年是没错。今天还有花枝卷吗？来，鲑鱼烤来。花枝卷，我跟他比完。我没有了。我跟龙王跟中皇都是66。回击回击。我刚买。回击来回击。回击来回击。来来，那个鱼蛋要吃鲑鱼啊！来来来来，鱼龙先我来好。啊，你要吃啥？头啊，讲。什么碗？鸭肉碗啊！你要甲改成牛肉碗，加料牛肉碗。都做贵的，阿爸嘛做贵的。我来阿爸碗，我来。来要吃咸多多的，500块了，500块来咸多多，无俗的咸多多，一条拢200几块。足够的，来加一个500块，减拖车500的。来先叫一个减拖车来500的。厨房无安。那晚上我要吃减拖的人走来哦。安尼啊，花1000的袂使花500，减拖车足贵，你都唔知影吗？对啊，来鲑鱼超大片。来先来，拖车来500。没有错，鲑鱼超大片。我们签到，这鲑鱼很大只。来客气点，800块的买落啊！来500一个人跟只来拖车，500对啊，对一个啊，好，是啊，来500块的。我买几？这是点800块。哦，你说你65，就这边我去上几台哦。没有啦，我只是会待在家里不出门而已。我出来哦。我没往上，我就出来啊！来跟拖车弄啊！是因为要拍叫卖，不然我不出门的。啊，就前面的，来500块，500块来，5片给你。不是，不懂货，不懂货就收起来。不懂货。来，不是。别吃鲍鱼，别吃虾啊，八阿八碗，然后鱼两好，来，一四人好。来，鲍鱼200块来。别刀了。来啊，虾啊，来收钱哦。来鲍鱼，买200来鲍鱼，哦，切片鲍鱼好吃。来200哦。来200块买。没有吗？是的。我今天买鲍鱼，也是好吃哈。鲍鱼。来384200来700块来。来500来鲍鱼，买200块，就好吃。嗯。免煮啊，烤冰贴冰就是一碗鲍鱼料理啊。用我烧哦，用我烧煮埋煮汤汤，我烧它。来200块鲍鱼啊！今年啊，最后剩八个人个人来鲍鱼200块来，来200块来鲍鱼。鲍鱼，买200块，来200块，来看今年，来200块来，上头挂着鲍鱼，3包4包来500鱼，然后煮了不干烧，来上头挂着鲍鱼。来，最后三位哦，鲍鱼200块，5包哦，不是3包哦。来，200块来。来，最后两个人给鲍鱼来200，最后两位了，快买哦，不然鲍鱼要卖了。给我分哦，哦，小姐姐真是好人诶，给两分哦，我是。快点，来200，来最后一个来鲍鱼，姐你吃鲍鱼了没？吃鲍鱼了。你今天吃鲍鱼了吗？有天，哎，长辈吧，还没有。鲍鱼好吃啊，每一天都要吃啊。吃不下了。你在等你边诶，等你吹气话出来，大家。哎，老板。心情不好。对，旁边。心情不好，吃来了。心情歹啊。歹我见来虾来，虾卖拍1000，开800来只，开300块海白虾，真正水诶，真正甜诶哈。一人一份，快讲这大伙就是一份300啦，等你。我先叫你搞行情，我先。看太白了，哥。你都唔知我这虾大买，这一定爱300块靠卖。今仔日我当作小买，加到来200块来，来野生白虾200块来。这几分两分拢不要去捉天，啥啥都搞天啊。来海白虾200块来，200块，我两个三个到最后尾吼，感谢你来虾200块。有人爱吃虾的动作快，来一份200块，赶快拿起。两个地方都有弥陀，
五个而已啊、哦，来写出来，大阿伯来六个，来写你来。这盘卖如何？这盘卖卖到五，这盘亏两百。来要吃鱼两百，阿过来阿爸玩啊，鱼两百五百了。要四百，我看卖啦，要五百你吃不了。要四百你买吃不了，来三百块玩了。来先叫一个鱼两个来三百了，三百块来一条哩，一条嘛爱卖你九十，两条哩，来三条哩。什么人鱼能搞到最会啊？两份，重来。另外哪位？来三百来，三百块来，这条这个收细条。来三百块都，他们最会我等下给你盘起过来，你说来。这个买电脑。哈哈哈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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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一张三百块，三百块来，这是正对开。来一张三百来，来今天上头挂掉一张，一条是五十，四条是。来这几来。来上头挂掉一张，来三百块来，三百块来，来三百一张三百。中午好，一人三包，再多要一份吗？来三百块来一人，来三八，来向多夸点来一人三八过来，来三八六，还有很多，来两张一千的先找，还有很多，东哥，来三八过来，这上次有几箱吗？来，我太姐，来一人三八，多夸点嘞，还记得到了吗？没嘛，还没，加呗加呗，华美红，乌啦乌啦。他们两个特点，来了，聊沙发，红先生沾沙拉就好吃的，来都拿到了吗？哦，一号一级啊，来都拿到了哦，三百块，来前面拿到了一百的，来沙发这两个朋友们，来是千万的来，沙发过来了，变变变变，来沙发弄快点啊，你能啊，都拿到了啊，好，谢谢你们来，哦，谢谢，都来阿爸碗来。阿爸碗要吃海两百块，拢无阿爸碗了吗？有啊，做面了吼。有无？哎，要吃免三百好不好？哦。变变海，较紧的来，两百块我来，两百块来。阿爸碗变两百，都真正好吃来。我不爱变两百，阿爸碗。看到这个。一个客人。我慢换两百，你小看起来贵。真正好吃，啊，这有买过吗？好吃了没有？都胖了了无？我买花两百，但是爱较侪人搞买哦，来一百块我来，一百块鸭肉丸，我你吃下。来要吃阿爸丸一百了，一百块了。来一百块。你是客气算阿爸丸，你从哪位啦？来一百块阿爸丸，一百了。真的好吃啊，阿爸丸你慢慢吃。来一百的。哦。来一百块，要阿爸丸的。来十个，一千个。对，所谓人好久不见呐、啊。有未来呢？来十个。好久。十个吗？还有没有吃阿爸碗的？都买到了哦。太久不见了。一个吗？还有没有？我还有还多阿爸碗，你们买不完的，赶快买来几把红。随便你煮，什么煮都很香，都很好吃。来几把红，还能浪费了啊、哦？来几个跟后面，报告一下。听到了，好来，来，再倒过去，来，直接先变变。他们连拖在前面，他不会碰到你的脸。来两百块的，嗯，排骨酥两百的，京都排骨酥看好没的，坐过去啊，来就前面了，现在七八十八了，来这边两百了，两百的，京都排骨酥。惨嘛！今仔日人家拢无迄个接受新产品的勇气的。Hello， 大家香菇你好，贵总你好。来，叫姐妹来，能包我来，买个刷来做火鸡哦。气炸锅现在很方便，什么都可以拿下去气。来，能包好叫姐妹来。来，先上去包里，来三包面，来能包肉，来先叫姐妹来。
看到吗？排骨酥能爆红，真正好吃。来京都排骨酥200块，只有一个客人叫红糖，这袂使过热啊！这200块已经是起价价啊！还佫所以外口买你嘛知影偌贵，来200块。一包嘛没有，一包要请你，袂较紧的来，来200块，排骨酥来，200块来，京都的排骨酥非常的好吃，来200块来，京都排骨酥来，最后2块，了解一下哦。气炸锅真的很香哦，这是京都排骨酥，哎，等我念一次，京都排骨酥，京都排骨酥，很好笑，你改两个，来200块，最后结，200块，200块。来了，大包来，去大包里来，京都排骨酥来，上面那个，来，春节小两口啊，新加坡不然来，大包真的好吃的京都排骨酥来，200块，来去大包里，来了大包不然，春节两，排骨酥两包拢话，你拢唔知我咧卖啥，好啦，我今下，今晚拢卖斋，我今晚拢卖，拢今晚换去，来一百块，啊，这是其他这边叫啥物？来，我吃过我的腰炖排骨的牙签。在这边我吃过，这大上都是明天要来。这间超出名的，这过年菜做很大，平常时候交板的。桂林这年菜我空间小团来，大家拢好热。来，这两包腰炖排骨，一袋400块，来要吃开400，来300块。小姐要来腰炖排骨，来300块。石头姐叮当，来300，我不管，今天爱拼啦，不拼就出名来。加个排骨酥，加冬瓜的排骨酥汤。好多哦。而且可以能包冬瓜。明天去小姐姐去金丝湖。好极好，这个排骨酥。明天要到新达港来。Hello， 有没有要买一份试试看的？300块。孙双龙走了。把个小王。孙总，拜拜！孙总，拜拜！我得，公司咧今日300已经比我抢得比较少啊！我人家这人咧300，你阿公来200块啊！两份排骨，200块，不是一包，是2包哦。OK。来三个。200块。你拿一份排骨。价钱你就知我白白的呢，来啦，200块得啦，200块啦，200块啦。买一包送一包的概念，赶快，打来200块哩。啊，这里要买价条吼，真正好价，我打好价条。来，上面还得切掉。打来200块哩。不划掉。来这边拿到了吗？要炖排骨来，200块。两包300卖你200而已。来，我打多少？打钱。来200块。小姐姐是不是我认识的人？放旁边架了，一包一包拿起来。那放地上架了，你要拿去哪里？嘿，越拿越远。来，再来，大锅来。来，再来，乌拉，你加不？来，大锅来，要炖排骨来。对。哎，你就放着，一包一包拿给我叫。你要一起搬的嘛，搬到下班嘛。来，再一个。来，要炖排骨来，大锅。我想今晚要开来开西餐厅哦，好会杀哦，意大利面。来，要吃银斑的哈，这也是餐厅哦，这里菜市场也是买不到这种鱼哦。哦，这个格陵兰，哦，在格陵兰抓的，跟鳕鱼一样的海域里面的，来，这个都超细，而且没有刺的，中间小小的骨，可以外，其他都是的，而且肉超嫩的。今天你来菜市那边有一只熊，就要来清淡。对，刚才那个飞机来开300，一人就能出手的大哥有在现场。200块来银斑。那今天好像比较早一餐。黑胡椒猪排。猪排，好，猪排给我来。哎，银斑的大锅不怪叮当哦，可以宰配哦，大派啦，可以宰配哦。不是，200块来。好鱼来。来200块来，来2袋，来3袋，来4袋，200，来5袋，来6袋，200。来，小姐妹来，200块银斑，200块。昨天社团有包意大利面跟鸡胸肉。其他卡旁边叮当。
因为他有栽培，他有买鸡胸肉，他有买意大利面自己配的。来两百块。哎，他们不要买银钱啊，一般人买两百块。